谁让你对我如此冷漠？我走这一步，是你逼我的。没事吧？郑宝珠啊，这次是什么戏码？色诱啊？你不是有啥钥匙吗？把这钥匙拿上。嗯。聪明，你怎么有他们家的钥匙啊？我他跟迟墨同居过。喂，啊，不是那种同居啦。我之前被变态盯上了，然后迟墨为了保证我的安全，让我暂时住在这里。我有自己的房间，好不好？想那么龌龊。哦，这样啊，吓死我了。看来这迟墨还是个好人。哎，你在这儿等我们啊。没想到郑大小姐平时里是个豪门千金，私底下却如此放浪。看来以前我真的是小看你。既然今天郑大小姐这么有雅兴啊，那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你想得美！我怎么可能用我宋小小的身体去做迟墨该做的事儿？不管你是迟墨还是宋小小，你都是我的前男友，现在是我的未婚夫。我不是想色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。他们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？昙花，寒衣，我们回去了。喂，你没必要跟我说对不起，我并没有真的怪你，只不过你当时离开我的时候，正值我父亲车祸惨死，再加上时事危机，所以我一看你的脸啊，我就能想起那些我不想想的画面。再加上我爸死得这么蹊跷，我一直都在调查车祸真相，但是一直没什么线索。只要能弥补过去，我为你做什么都愿意。真的？啊，我可以探探我爸爸的口风，看看你爸爸当年的死有没有内幕。正经的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在这儿，我们先走啊。哎，你们俩，聪明，啊，
怎么样？你误会了，我没关系的。你是迟墨，郑宝珠是你的未婚妻，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做什么都不关我事。你面前的不是迟墨，是宋小小。郑宝珠。聪明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跟他真的没发生什么，什么都没有。求你相信我，聪明，走。聪明，什么不是迟墨是宋小小？什么意思？他当谁？哎，宋小小就是迟墨，迟墨就是宋小小。走了，走了。聪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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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说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果你是迟墨，如果你是迟墨，我还可以催眠自己。你是为了集团的利益，你身不由己。但是你为什么是小小？你为什么是小小啊？聪明，聪明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听我解释。好，你说，我听。我跟郑宝珠在一起，今天主要是那你解释什么？好大的脸！迟墨是我的未婚夫，我们两个在自己家里面做情侣该做的事情，向你一个私闯民宅的人解释，笑话。你的未婚夫是迟墨，但是宋小小他是我的男朋友啊，他们两个是同一个身体。迟墨是我的未婚夫，宋小小是我的前男友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？够了！混蛋！你骗了我们这么久，迟墨跟宋小小是同一个人，我还以为你是真心对我们家聪明呢。混蛋，骗子！你打他！你大爷，我报警了！聪明，咱们走，不要理这对狗男女。站住！这栋别墅的钥匙，是时候物归原主了吧？还给你，郑宝珠，这还轮不到你做主。聪明，聪明，你听我说，今天晚上其实是他色诱迟墨，我只不过是在不恰当的时机出来了而已，你明白的。聪明，聪明。郑宝珠，这儿已经没你什么事儿了，走。这迟墨家，我是迟墨的未婚妻，要走也轮不到我吧。好，你说的有道理。聪明，我们走。我现在不想看见你们任何一个人，让我自己一个人静一静。聪明，聪明，宋小小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如果是迟墨的话，他不会这样的。